各位观众，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伊娃寻找大饥荒的第21期。今天呢，我要给您介绍一些在当年，所谓当年当然是大饥荒时期，有一大批的上海人，他们为什么从上海被驱赶到甘肃的阿克塞。阿克塞这个地方可能对很多人都是很陌生的。那我呢，当年在甘肃省的玉门市，就是酒泉地区工作过很多年，我听说过阿克塞，但是我还没有去过阿克塞。今天呢，波士顿这边的天气一下子到80多度哦，非常的热，感觉到春天跟夏天就一下来了。我今天专门采了一些花放在这里哦，我很是很喜欢花卉的。那么就是说这个节目呢，我本来是在去年北京驱赶低端人口的时候，我就想说一下这个很多年前的驱赶低端人口，但是呢，我又想不要去就是说赶什么潮流吧。当然，就是做了其他的节目，就稍微耽误了一下。那么，如果您觉得这种所谓驱赶低端人口啊，是一个什么新的这个把戏的话，那的确不是新把戏。在中共的这个建国之后的历史上，经常性的发生这种。如果他们看到一部分人不顺眼呢，或者不喜欢呢，或者说右派呀，那么后来的知识青年都是中共历次的所谓，当然可能名称不一样，历次的所发生的这种人口的大迁移哦。那这次北京的迁移据说也是有几十万之久，就是说这个只是名称不同，但是呢，这种手法呀，他们一般也都是强制性的。知识青年当时也是不可以在城里的嘛，因为在城里又没有工作，又没有大学读，将来也不可能有工作，怎么办呢？那只有说上山下乡。当然毛泽东就说得很好听，说广阔天地，大有作为，那大家就送去，那有的知青在乡下可以说一辈子，延安有些知青呢就一辈子在延安生活，从来就没有能够有机会返程。那么我的这本书哦，第一个《寻找大饥荒：幸存者》这本书，其中有一章就叫地富反坏右，在劫难逃的黑五类。那黑四类的后面，最后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最后就到57年以后又加上右派，就是黑五类。当然在50年代初就出现了很多，就是首先是四类分子嘛。我记得小时候我们村子也有四类分子，好比说队里的地主啊、富农啊，有时候从西安或者是铜川市，他们因为是反革命分子，就把他们可能批斗或者劳改之后就送到乡下，他们的妻子呀、儿女啊也随之到了乡下。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个小伙伴，他的名字叫春爱，他的父亲就是一个反革命，就是一个四类分子。我们知道他是四类分子，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因为从铜川市到农村的时候，他已经身体就整个，这常年的这种精神打击啊，各方面原因，就是这个老伯伯一直就是瘫痪在床的，最后也死了。我没有见过他，他们家的生活可以说是非常悲惨的，在农村哦，因为他们也不适应乡村的生活嘛。那这个四类分子，其实我个人呢是没有专门研究过。当然，我采访的时候就遇到一些地主的家庭、反革命的家庭，包括右派的家庭。那么我就把它弄了一张，就叫《地匪返还》，有他们在大饥荒中的境遇哦。那第四类分子就是说，那么到80几年之后，可能中央就有文件，这个我还需要再查一下。就说，以后呢，这定成分的也没有地主了，也没有富农了，也没有什么反革命了，就说这些问题都不存在了。但是等这个时候的时候，其实已经有数千万的所谓四类分子，他们已经都死掉了。因为几十年的这种政治高压，对他们的家庭生活，对他们的儿女，这种那时候儿女就找对象也很难，上学啊，那个上大学呀、当兵啊，那就是说可以说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根本就没有他们的份儿哦。就是说，当然像我这样的人，像我们这一代，我算是60后吧，也从来没有听说过，好比说老师啊、邻居啊、家长啊，没有任何人在书本上没有任何人告诉过我大饥荒这个概念。那我听说，当我看了杨继绳先生的书的时候，我也觉得，不说五雷轰顶吧，也是觉得非常的惊讶啊。我就说为什么从来没有人告诉我？但问题是一本书给你的这种知识也是有限的，那我就觉得，我觉得几乎就像一个考古学家一样，把这个这么40-50年的这个
表面的这个尘土要一层一层的刨去，然后把这种真相一点一点2011年，我从我母亲的老家甘肃省秦安县探亲回来的时候，因为老乡们就会谈到这些事情，也会谈到一些细节，那我还是知道的太少。我觉得，那我就给一个老先生打电话，是我所尊敬的一位作家哦，你可以说他文学修养各方面都非常好。那我就问他，我说你知道不知道大饥荒？他说那我当然知道了，我这种岁数过来的人哦。我说那你能不能给我讲一讲啊？你自己经历过什么？虽然我跟他很熟，但是呢，我也没有机会听他讲他个人的经历，因为平时聊天的时候会海阔天空去聊嘛，很少涉及到这种个人的经历哦。那么我就说，那也找个机会哦，你要跟我好好谈谈。他说好吧，他说你要是问这个饿的事情，那你算找对人了。我记得在2011年的秋天吧，我就拜访了这位先生哦。那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呢，我也心里是非常挣扎。我刚开始呢，我就想，因为这个先生还健在，我就想不要去打扰他的个人生活，我也不讲他的真实的姓名。但是呢，我反复又想呢，我觉得，我这个节目其实是要给历史留下一份见证。那么给历史留见证的时候，可以说真实的姓名、真实的地址、真实的事实，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所以呢，我这里还是要使用这个老先生的名字啊，希望他不要怪罪我。当然，我的目的还是要希望能够给历史留下一份很真实的见证。可能很多地方呢，我做的不足，但是能够做的还是要尽量的做一下。那这个采访做完了之后，我就整理出来。整理出来呢，我先给一个比较大的报社，这个报社呢也不愿意发表。他们可能觉得大饥荒这种题材也比较敏感，或者不愿意。现在其实很多的院校啊，比如像一些大学，或者是一些团体，他们也不愿意去，冒犯中共吧。那么我就后来寄到香港的《开放》杂志，也是我第一次投稿，没有想到呢，在一个月之内啊，就发表了。我在那个《开放》网上就看到，当然随后呢，这个杂志也非常好，就给我寄来这个刊物。我本来想用这个刊物拿着来讲今天的这个话题哦，但是它都是竖版的，对我来讲阅读非常的不习惯，所以我还是用电脑。那么这个主编呢，金钟先生呢，就给我做了一个编者按，那我给大家稍微念一下哦。他的编者按是这样写的：1960年，因为大饥荒造成的城市的这个粮荒，上海有500多名闲散人员被强迫移民到甘肃阿克塞的哈萨克地区，饱经这个饥寒交迫。仅仅半年呢，500个人就死了200多人。那么这个人，我现在暂时不说他的名字啊，是一个幸存者。他呢就口述了，像作家伊娃口述了他当年的这种惨痛的经历哦。那我每次做节目的时候呢，就说这些书上的，我仅仅是录的这种幸存者的口述，就是他个人经历了什么，我就录什么。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的书他有他的特点，有的人是从文件上去讲的，那么我这个就是说别人看的时候就知道幸存者他们经历了什么。但是做节目呢，我就想尽量更丰富一点，就是这一期有关的一些背景资料，我就想找来让大家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我觉得，因为很多的资料对我来讲也是很新的，在之前没有找到过的，那么在这里呢，我先给大家提供两个这种背景资料啊，其中有一个有一张报纸，那个这个报纸呢是刊登在1960年的《甘肃日报》上，题目就叫《哈族人民热爱毛主席》。哈族人民呢就是哈萨克民族，阿克塞呢就跟就是在甘肃也是有很多少数民族地区，比如像回族地区啊，这个阿克塞呢是一个以哈。阿克塞是以哈那个哈萨克族，那个比较多的，当然也有汉族，哈萨克地区。那么这个文章我看到了，那我再给大家念一下啊，大概念一下，就说是我们来到了这个阿克塞哈萨克自治县，在牧民群众中看到了很多动人心弦的事情。这个是在1900年啊，是大饥荒饿死人最多的时候，感觉到呢，哈萨克人民对党和毛主席的热爱。那天下午，我们一行三个人呢，骑着马，
就很劳累啊，到了一个哈萨克的阿妈的这个毡房里。这个主人呢，50多岁，是个哈萨克的老奶奶，家里还有一个20多岁的聋哑的女儿。她呢，就热情地让我们进入毡房，给我们烧奶茶喝，一边就聊天。首先哈萨克族人跟汉族人能不能够流利的交谈，这个都是一个质问。因为我也去过一些维吾尔族人家，像老人他们一般可以说跟汉族人是不可以交流的，那么也许他们可以交流哦。那么这个老人呢，就提起他解放以前所受的苦，就痛哭流涕哦，就流眼泪。但是谈到今天的这种幸福生活呢，就也是非常高兴。他就说：“你看吧，你看我这个东西都非常的新哦，家里有吃不完的粮食，还有奶疙瘩、奶豆腐，还有说我，你看我还有新被子和新毡。说我们真的是为能够今天过上这么幸福的生活感到特别的高兴哦。”那么这个记者就继续说，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生产一年都比一年好。那么这个羊羔呢，是90%都能够成活。那么这个地方叫团结乡，全家4个人的劳动的收入，从1959年的580元增加到今年的2302元。那么哈萨克族人民呢，过上了幸福的生活，那么是念念不忘党和毛主席的恩情。这个文章呢，我觉得可以说是一个吹牛的文章、拍马屁的文章、说大话的文章。为什么呢？在1958年，你像普通的工人或者是说城市的普通的职员，一个月的工资只不过是40-50块钱，一年下来也就是400-500块钱。那么一个边远的乡村的收入可以有2000块钱，我觉得那个时候好多普通工人一辈子都没有见过2000块钱，我觉得这个是显然夸大的。如果他们当时一年能够赚到200块钱的话，我觉得他们的生活都是很幸福的了。所以这篇文章呢，我觉得是非常质疑的哦。那么最近在准备资料的时候呢，我还找到了一幅画，叫《草原公社》。那么请导播给我们放出来。那这个画呢，可以说跟那些红色画的感觉都是非常相似的。这个画呢，也是在1960年的6月，也是大饥荒饿死人最多的时候，西安美术学院的老师有3位，他们是合作的，刘文熙、潘元华、李超他们在阿克塞那个创作的。那么这个画呢，因为比较大，当时他们也提了几行字，因为画比较大哦，可能我没有拍到。但是他这个题字是这样的：阿克塞位于甘肃省的西部与新疆、青海交界，此画于1960年创作于甘肃阿克塞，为配合上级通知，奔赴这个地方写生，也就是可以说是命题之作。那么就是说，你如果从这个画上来看的话，觉得阿克塞可以说像人间天堂一样的，那个草原非常的丰茂，牛羊成群哦，还有骆驼呀、马呀、狗啊，可以说人欢马叫的，就是欣欣向荣，而且牧民们的脸色都特别的红润健康，显然是吃饱饭的，而且是特别的幸福哦。每个人穿的都就像过节一样的五颜六色的，那羊啊都是成群结队的，就是觉得真的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生活。但是这个还有一个个像蘑菇一样的蘑菇包哦，而且在1960年草原上还有卡车，就可。但是问题是，我觉得我记得我有一位朋友，他是一个美术评论家，叫帅好，他专门有好几篇论文是谈论中国的画家在大饥荒的年月，他们都画了些什么。在中国这种饿殍遍野的时候，中国这种画家，就包括这些名家，我一时想不起来这个名字，当然其中包括潘天寿，还有几位吧，他们笔下的画都是江山如此多娇。他们的画可以说都是满山红遍，叫关山月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哦。以后呢，如果我有机会的时候，我会请帅好先生专门来给大家谈一谈大饥荒时期的这些艺术大师们的笔下，他们怎么样去掩盖这种饥荒，掩盖这种人祸，掩盖中国死亡这么多，他们的笔下都是歌功颂德的东西。那么现在可能观众就会很好奇哦，那
既然你觉得报纸也在吹牛，绘画也在吹牛，但真正的阿克塞地区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呢？那我就从这个先生呢叫张方伟先生，他也是一位作家，我给他讲，给大家讲一讲他的简单的经历哦。那么他就1942年出生在上海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呢是上海复旦大学的教授，母亲呢也是一位律师哦。那解放以后呢，母亲律师也当不成了，就到一个中学当中学教师。那现在请导播放一下一张黑白照片，可以说是一个集体照。那么这个照片呢，我去张方伟先生家的时候呢，他也送了我一副，他也是很无意的在网络上发现的。这个照片呢，拍摄于1955年到54年吧，就是中国第一届那个篆刻，就是那个篆刻协会的一个召开大会，当然年轻的张方伟当时只有15岁，他可以说是最年轻的参与者。他当时可以说还是一个风度翩翩的小帅哥哦，刚好上海人嘛，打扮也比较洋气，就是说，当然他也有是很有天分，就是说字也写得好。那么后来呢，他的父亲还送他去陆小曼女士那里学国画哦，也跟随了一段时间。那但是在，1960年的时候呢，因为他的父亲和母亲就被打成烈士反革命嘛，那被打成烈士反革命以后，他们全家就不能够在上海，就不能够在上海，就把他们弄到，甘肃阿克塞去了。以后呢，张方伟先生呢，因为写了一篇小说，也就是描写了大饥荒的情况，就被判成现行反革命，然后就判刑了16年之久吧。在1980年才出狱哦，那出狱以后呢，他也就是可以说愤怒出诗人吧，他前后也出版了好几本小说，还有做过一些编辑什么的。那这是前面只是一个简介哦，那我就说，我当然就说，我就可以说有很多的问题，我觉得。我都不可思，就是说，因为这段历史对我来讲是很陌生的嘛，我就想，真的是什么都想知道哦。那我就说，张方伟先生，你可不可以给我讲一下，主要是你们这个家庭为什么从在1960年大饥荒中哦，怎么会从上海到阿克塞去哦？那可以说上海是多繁华、多时髦，阿克塞呢，真的是，可能连电线都看不到的地方哦，那真的是2个世界。那么。张皇后先生就说：“自从解放以后，我们家这个家哦，可以说这个灾难连连吧。那当然，幸亏他们家还不是一个资本家，要资本家的话，父亲恐怕都得跳楼自杀了。因为你的财产，人家要公私合营啊，就要问你要啊，你要也得要，不要得我要。那我记得别人就说陈毅就天天问今天有没有人跳楼啊，就说那些资本家不愿意捐就跳楼嘛，就叫散兵嘛。每天那个。”南京路上都有人跳，或者是跳江去，人家不怕你跳江的，跳江你的财产跳不了江啊，你跳你就跳吧，财产留给我，工厂留给我就可，银行留给我就可以了。那么他的父母被打成这个现行反革命之后呢，就没有工作，没有工作，他家里当时是有4、5个孩子的，那孩子们吃什么？那最后就当时那个公安部的部长叫罗瑞卿，就是说要下令嘛，就是说发这个指示哦，要把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北京也有，那特别是上海这种大城市，觉得这些坏分子在大城市不但白吃饭，还是一种不安定因素。当时可能没有这个词吧，就是说把他们一定要弄到边远地区去，让你们自己动手，自己种粮食，那么这样城市的粮食呢也会省点，再一个呢城市会也觉得透明一点、干净一点，他们就认为这些人是不安定分子。那当时他们家也是没有办法，他说我父亲是一个弱不禁风的知识分子，都50多岁了，身体不是很好，也不能上街去买茶叶蛋吧，那也就没有办法把家里的被褥啊、衣服啊打包一下。箱子装一下，包袱装一下，就托运嘛。然后父母就带着他是家里的长子，那他当时也可以不去啊，或者在亲戚家。问题是，我觉得就是说，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这个张方伟先生觉得父母年龄大了，身体不好。他妈妈当时已经因为被判过刑，已经都中风了，走路都是一跛一跛的哦。那就觉得我这个大哥不去的话，家里就没个顶梁柱，他还是要跟着父母亲到阿克塞去。但是他们的行李呢？
20多件行李，有很多穿的衣服啊，四季的衣服呀、啊，还有一些日用品啊，被褥啊，等去的时候就只剩下5、6件了。那当然就是说，看到皮箱啊，那沿途就有人偷啊、抢啊、摸呀、啊，或者干部扣一下了，到他们手里的时候也没有了。你问说到哪里去了，那人家就说啊，那我们也不知道。你问那个，而且火车一站一站的，真的是你问鬼鬼都不知道了。那他们这一行人呢，从上海移到阿克塞，那可能其他地方还有，但是移到阿克塞呢，就500多人，500多个人，每一个家庭或者是夫妻啊，孩子就大概是100多个夫妻哦，把他们就安排在阿克塞的哈萨克自治县的安南坝农场。那么那个地方呢，就是沙漠，沙漠地区呢，我也算是比较了解，因为我在玉门市嘛，周围可以说都是沙漠地区哦。沙漠地区首先是交通不方便，那你要是去个县城吧，那个地方可能连这个公路都没有，也没有什么交通车，可能牧民一般来讲就是骑马。那他们去了呢，也没有房子。那个时候你一下要安排50多个人、100多个家庭，那县里肯定也拿不出这个钱，或者当地那个砖呀瓦呀，也可以说都是很缺的，在那个年代。就给他们挖这个地窝子，地窝子呢？那你如果是说大家对加边沟的右派有所了解的话，就是好比说有山坡呀，或者是说稍微水冲出来，那就这样挖，挖了以后，上面盖一点红柳树啊，弄点泥巴呀，这样能进去，就基本上就像个地洞一样。这个地窝子呢，我也见过。好比说放骆驼的人，他不是白天的时候沙漠是非常热的，沙漠地区的特点就是早晨特别冷，晚上特别冷，但是中午就能真的是能把人热死哦。那么中午的时候，这个放骆驼的人呢，就钻到地窝子里面就比较凉，或者是晚上回不去的时候，放牧的时候就钻到地窝子里面煮点饭呀，或者烤点火呀，这样是。能够或者保暖，或者是说这个防晒啊，他们就每一家就封这么一个地窝子，那的确就是可以说像野人一样的生活哦。但他们去了以后，第二天呢就吃早餐了嘛，就开始吃饭了。吃饭呢就给他们一人2个大白面馒头，然后一大锅这个羊肉汤，牧区嘛，羊还是有哦。那每家就拿个锅，每家盛一下。那当然，草原上的羊呢，可以说是味道是很鲜美的。那平时我的朋友总是说，哎呀，我不吃羊肉，羊肉很膻腥哦。其实羊肉是很好吃的，特别是像新疆啊、甘肃那边的羊，都是草原上吃草的羊，不是那种家里的羊哦。像我们陕西的羊就味道比较大一些，他们就觉得，哎，有羊肉汤吃，味道也不错，还有馒头吃，觉得尽管是地窝子嘛，起码我们还先能活着吧，就说有吃的有住的，就先能活着吧，大家就互相看看。也不敢讲什么呀，回上海也没有无望嘛，你只能说既来之则安之哦，那起码就说先吃了也可以。但是问题是，这个羊肉汤不是天天有，白面馒头不是天天有，这个羊肉汤是呢给你接风洗尘的，就不是说天天有，那个羊也是很贵的哦。那么过了2、3天之后呢？这个饭呢就越来越不像话。尽管说国家给这些人呢有一定的定量和供应，问题是500多人的这个食堂啊，怎么保管呢？那干部呢自己家多吃一点，保管员呢偷偷摸摸一点。本来粮食在60年粮食就非常的紧张哦，那等到吃他们吃的时候，就基本上可以说这个一层扒一层，就是说越来越少，越来越稀，糊糊也越来越多了。当时。最后呢，就是慢慢的，本来是一天一斤，到最后吃上一段时间，就每个人就一天只能吃几两了。张方伟先生跟我说，吃饭啊，就像吃人参啊，人参是多贵啊，谁吃人参可以吃这么一大坨？那你一天只吃一个小馒头的话，慢慢吃，慢慢吃，不是就像吃人参吗？那真的吃一个东西就觉得宝贵的不得了。那问题是，就像吃人参一样，还是吃不饱。那。每天呢，也就是分到一点清汤汤、清糊糊哦。那问题是你吃食堂吧，还不是说你去了就给你饭，你必须交柴火。好比说，你今天得交一捆荠荠草，因为那个草原上长个荠荠草，那么每个人都去弄。你有这个草，你能才能换到饭。问题是周围的草慢慢的话都没有了，那么大家都得走更远的4、5里之外、5、6里之外、7、8里之外，或者还要必须交一点这个野菜来才能够吃到这个清汤汤。但是问题是，你说，
我们今天的人会说你傻瓜呀，你怎么不跑啊？问题是往哪里跑？首先从阿克塞跑到柳园火车站，那么要在100-200里，很难走沙漠地区，你弄不好迷路，迷路了不让狼吃掉也是晒成肉干了哦。再一个，你上了火车，你下了车，你没有粮票，在那个时候大家都有这个粮票的概念，你没有2点粮票，连一碗稀饭、一个馒头、一个烧饼都买不到。那中国真是上天都没有梯子，真是没有办法，你也只能在那里待着了哦。那么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到冬天，特别是冷的时候，慢慢这个农场他们50多个人就慢慢的开始饿死人，你就开始死人吧。但是因为我刚开始，了解大饥荒，好像我总是不忍心或者不敢、不愿意相信人是饿死的。那我就说，我说那每天死人就是因为是饿吗？那我好像总是要求证，因为尽管有这么个话，我要求证是不是真的饿死的。那张方悔先生就说说，这个唐朝的诗人岑参啊，有一首诗的开始2句就叫"北风卷地百草遮，胡天八月即飞雪"，就说8月份就飞雪。那当然，现在这边的话，5月了，空气这个阳光也非常好。8月的话，可以80-90度，不可能飞雪的。问题是在草原地区哦，可以说一时阳光灿烂，一时可能就飞雪满天哦，因为那个气候的确是因为它的高原嘛，也是。所以的话，你像在上海那种比较热的地方，而且吃细米白面的人哦，他这个肠胃也比较娇气。那你去了以后吃的又少，卫生情况加上地窝子那种寒冷，而且有时候他们会拔一些野菜呀，那个沙滩上有那种野葱，吃一点呢，这个人就会呕吐拉稀。就腹泻嘛，那就人就是没得救了，又没有什么说给你吊盐水啊、打针啊，都是不可能的。那么最后呢，那个农场说，那你既然没东西吃，大家就种胡萝卜吧。问题是那边的首先气候和地哦，你说草原地区过去非要让人家草原地区种什么麦子哦，那简直就是可以说是瞎指挥，根本就种不出来。早上那个籽那个胡萝卜就长个细细的，比头发粗一点，还没长好就被人拔着吃掉了。也是不可能说用胡萝卜来救人的命的，那么就是说他们这个农场每天就是说多的时候7、8个，少的时候4、5个就死了，或者是老人，或者是孩子死了吗？刚开始的时候呢，那个农场部就觉得人家从上海来了，好像还弄点薄薄的皮的棺材埋一下弄一下，天天久了，到哪去找板子去？到哪找人来抬，来给你抬呀、挖呀的？就拉远点，反正那个沙漠大了，那个这个500人都死了，都有地方拉，就拉远点，看不到就算了，就也不知道是谁，张三李四不知道，就说就扔到外面，狼了狗了吃了就是没有人管了，因为太多了也来不及了。那最早死亡的是呢一对母子，这个女的呢只有30多岁，孩子只有4、5岁哦。按理说妈妈是反革命，难道孩子也是反革命吗？可能母亲觉得孩子在自己身边还能够照顾一下哦，但是问题是他那个地窝子哦，有时候刮风的时候，上面是一些树啊什么，还有泥啊沙呀的，一下地窝子就塌了。塌了呢，那你有时候那个树枝刚好打在头上，或者总之就把这母子两个就埋在地窝子里面了，这两个母子就死，就很悲惨的，就说没有饿死就被压死了。呀，农场的人因为大家都是从上海来的嘛，可以说命运都是一样的。今天你的地窝子塌了，我的地窝子明天不塌吗？所以大家也就是可以说。也就是掉一掉眼泪吧，或者就是说兔死狐悲吧，就说不知道别人死了，其实自己也是在一个危险的境地哦，真是哭别人其实是哭自己，那么就是哭了一场，那第二天该干活还是要干活，该吃稀汤汤还是要吃稀汤汤。那张方虎先生就告诉我呢，其中呢小孩子是比较容易死，因为小孩如果3、4岁，真的是会一受凉啊，或者是吃的不合适，一发高烧，发高烧又没有什么针可以打，也没有什么药可以那也没有办法，主要是还是吃的东西不行，一拉痢疾，那基本上就死了。再一个呢，还有一些男的哦，那好比说他自己是反革命啊，坏分子啊，
那有时候他的妻子就会因为不想受到牵扯，或者不想让孩子也到这边来，就跟他离婚嘛。那你离婚的话，首先对他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哦。那来了以后呢，就说没有人照顾，也吃不饱，这个就是说可以说是贫困交加吧。这个男的也就死得很快，所以就说，就张方伟先生跟我说，特别是年龄比较大的男人啊，如果没有妻子的照顾，的确很容易死掉，因为他首先是精神垮了，他就觉得是毫无希望了。而且在这个世界上，当你落难的时候，你的妻子儿女都不要你了，都跟你断绝关系了，写信都不回的时候，这个人真的是很绝望的。其实很多人右派，特别是在加边沟，有的人能挺出来，就是因为他们的妻子能够去给他送粮食啊，去看他呀。有的妻子还把他从那个地窝子里面背出来。但是很多的人，如果妻子跟他断绝关系了，或者他写信要不到粮食，那他就是绝望而死。那就是说，人饿死不是说像我们现在这样白白润润的吃的胖胖的，第二一天不吃饭就死了。他有一个漫长的消耗过程，几乎就是等于是，就等于是，就说这个过程是非常残忍的，比杀人，比这种枪毙人还要残忍。那张方伟先生就告诉我，人到饿到什么程度，就像那个蚕茧啊，快出来的时候，人整个都是你是胖的，但它是虚的，它就里面都是透明的了，人根本就没有力气走路，而且眼睛肿得就像梨一样的，就眼睛都得仰起来去看路，要不然看不见人，看不见这地下是什么，都要绊倒的。人见了人根本也都不想打招呼。那些小孩呢，七八岁的小孩，他们就看到这个人到什么程度了，就会死了。那他们就说："哎呀，这个人还会活2天。"那就看到另一个人说："哎呀，这个人还会活3天。"大家七八岁的小孩都有这种看到人能这个算命的能够给人家算哪天这个人会死，因为他们已经看到的人快多喽。那人快死，这个饿死之前呢，就整个人都会萎缩。如果大家在网上查一下哦，苏联那个乌克兰当时死的时候留下了大量的图片，留下了大量的这个录像哦，就说人最后死的四肢就像猪肝一样，居然还能在地下爬，那个头上已经整个脸上只看到两个眼，这个眼睛真的像骷髅一样还在活，真的是很多孩子哦，真的是非常可怜，已经就皮包骨了，还有奄奄一息，这个真的是非常非人性的哦。就是饿到最后，脸上的脂肪都消耗光之后，鼻子都没有了，只看到两个鼻孔，而且只看到那个牙齿，只看到牙齿，就说你的嘴唇都不见了。就是我真的是，我觉得一个画家应该把它画出来。我不能想象这种人这种长期的饥饿会把人变成一个。真的就是拿一只猴子来让我试验一下，让它饿几天我都不忍心，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太残忍了。你真的是对动物都不可以这样哦。但是在人类历史上就发生这样的事情。那么就在1960年，短短的半年，他们去的500多个从上海去的四类分子，那他们当然不是地主，不是富农，一般就是说是反革命啊，历史反革命和坏分子，就死了200多人，剩下大概就是300个人吧，死了有40%。但是到现在，其实可能也没有一个名单哦，也没有看到有关方面的专注。那我就说，我就问张慧欣先生，我说，那因为人在能吃饱肚子的时候，或者是说在饥饱不愁的时候，人可能就比较和善一点。我说在那个时候，人跟人的关系会受到一个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回顾历史的时候，不光是说哦，真的是饿死了，或者饿死多少人，其实是要探讨很多方面的，包括人性啊，包括这种家庭关系啊，就很多方面都是需要去思考的。那么，张方伟先生就告诉我，就是因为饥饿哦，你不要说是这个人跟外人的关系，就是包括家庭的关系，可以说每个人成天想的都是吃的问题。那他们家庭就，弟弟妹妹还说，哎呀，哥哥在外面比较辛苦，还每次让他多吃一点。父母也觉得儿子是要顶这个家庭，要照顾这个家庭，也让儿子多吃一点。问题是，他就说他亲眼看到有一个家庭哦，他们家去拿一个锅，
打了一个面片汤，甘肃那边吃饭是汤面嘛，那个面片放进去，然后放点萝卜呀，什么乱七八糟菜呀什么的，全家人怎么分这个面呀？这个平时你说你想吃就有喊就捞就好了，有的人喜欢吃稠的，有的人喜欢吃汤的，这个夹心就使劲这样搅搅搅搅搅，然后在非常均匀的情况下，赶紧给每三个人一人一碗，就是说绝对不可以说。给谁多一点或者少一点，给谁稠一点细一点，那每个人的眼睛盯的哦，就像 X 光一样的。那么农场呢还供应玉米，玉米当然也是调拨来的，当地并不能够生产玉米，玉米来呢也不磨，就整粒的煮来给大家吃。那么小孩子，我记得我小时候也有见过，小四五岁的小孩他吃了这个整粒的玉米啊，他这个肠胃是不能够消化的，然后他就整粒的吃进去，整粒的排泄出来。张方伟先生就说，我亲眼看到小孩子在另外的小孩子的大便里面就找那个整粒的。整粒的玉米吃，他说：“哎，反正小孩也不懂事。”当时我们也讨论这个问题，我说：“或许他就是吃，因为那个小孩可能一两岁还不懂得那是大便。那么我就是说，我说他要是就是知道的话，他或许也会去挑的，因为他没有其他东西吃。在那个时候，什么尊严呀、耻辱呀，人真的是已经就是说只有兽性了，只有这种生存的本能了哦。”那么，当然有些胆大的人呢，就会到仓库啊，到厨房啊去偷一点胡萝卜吃啊。问题是，就是因为一个胡萝卜可能会丧命啊。我小时候，我也是一个，我们老家叫贼娃子哦，我也会去偷队里的胡萝卜呀，也会偷队里的地瓜呀，也会偷一点黄瓜呀。因为我觉得这个首先是小孩的调皮，再一个比较嘴馋啊，我觉得这个真的不算是什么大罪哦。但是在那个时候呢，如果你偷了这个东西，被人发现以后就会绑起来，绑起来关你紧闭，关你几天，只有死，可以说只有死路一条了。那么，有的人就非常气愤哦，就说政府是大骗子，把我们骗到这里来，就是要把我们饿死，把我们冻死。好了，你说这种话，你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五花大绑绑起来，那不懂不用判刑，就把你关到房子里面10天半月，你肯定也就死了，死了拉出去扔掉就完了，就是你也没有偷的权利，也没有这种抱怨的权利。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在加边沟的时候，饿死的都是这个男性，女性没有饿死的。一方面呢，给他们比较轻的工作；再一个呢，女性本身吃的也稍微少一点，尽管很饿呢，他们也算是没有饿死。在这个安南坝农场就出现了一些非常，不说离谱吧，其实知青中也有这样的事情出现啊。那张方伟先生就告诉我，如果你看到这一群人里面哦，如果有哪一个女人看起来她也不瘦啊，也不弱呀。甚至脸还红扑扑的，或者还白粉粉嫩嫩的，还有笑容的话，那么这个女人一定是这个厂部的干部啊，或者炊事员的这种。那时候恐怕也没"情人"这个词，那就是说相好的吧，或者是说被别人睡了吧，那么她就可以得到一些粮食。那她的丈夫呢，就是被了戴了绿帽子，她也不会生气，也不会愤怒，也不会揭穿。为什么呢？这个女人每次回来的时候，都可以给她带2个馒头给她吃，而且在那个时候，那个男人已经饿得哪还能谈得上什么性欲啊什么的。而且就说在那个时候，因为大家都饿，都饥荒面食的时候，如果一个女性能够吃饱，能够不弱不禁风，就看起来好像真的是。非常的出众，非常的漂，就是说非常的漂亮，起码她是健康的呀。你一个人弱不禁风的人，一个病殃殃的人，怎么会说好看？怎么会说漂亮呢？所以可以说，饥饿让女人就说没有这种耻辱之心，可以说为了食品，女人就可以变得像妓女一样，可以用自己身体哦去。换得食品，那当然有的小孩就是听别人说了，或者有的人就知道他去跟哪个干部睡觉了，就会骂他破鞋呀、婊子啊这样骂。问题是你谁骂好了，别人来就来捆你了、打你了、罚你饭了，就说是也就不敢骂了哦。那有一个上海交大的右派分子的女学生，讲的也是非常的好哦。可以说是沉鱼落雁。他的父亲呢，过去是一个大的银行家，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孩子，但是在那里那时候呢，就成了一个公共的情妇。
我这里有点问题，我按一下哦。好的，没问题，对不起。那就成了一个公共的情夫，就是当地的什么教育局长啊，这个就交通局长啊，任何人都可以找他来睡觉，随叫随到，白天叫白天去，晚上叫白晚上去。对他来讲，也就是仅仅是一个生存而已。哎呀，今天好像有点讲不完了，内容比较多，那我讲快一点哦。那时候呢，然后我就说张方伟先生，我说那你怎么样够生存下来？怎么样够就是让一家人吃上饭吧？不要说吃饱，不要说吃好。那他们去了阿克塞以后，上海那边不是比较江南那边的气候也比较好，人都是白白润润的哦。他说他去了以后，他的弟弟妹妹啊，没有半月，没有半年的话，脸就像哈密瓜一样，又硬，还长一层那黑黑的壳哦。就是首先风沙大嘛，这个紫外线强，那时候甘肃那边叫甘肃红二团嘛，就是说那个皮肤已经像当地人一样的了，那食堂也吃不饱，那他们家就是说还有一些上海带来的衣服呀、被子啊，就好比说本来是2个人盖一条被子，那么就现在3个人盖一条被子，运出一条被子就到哈萨克族老乡那里换一点羊肉啊，或者羊下水啊，下水的意思就是羊的内脏，比如肠子啊、肺啊、肝啊什么的，就回来吃一下。或许在他们在上海的时候不屑于吃这种下水，问题在那个时候已经算是非常好的东西了哦。那他们把带去的这种小条子，这个条羹啊、小刀子啊，是。叉子呀，也拿到哈萨克地区哦，去换点羊油啊，一点，就是说青稞呀，回来打糊糊吃。就说家里除了自己身上穿的和最基本的东西，能换点什么就换点什么，保命要紧。不论你舍得不舍得，可以说，就是老的小的先把命保住哦。有一天呢，他就换到了一个旱獭。就是在沙漠上的一种动物，有点像狐狸，一种旱獭。那回来就，也是可能有那么20-30斤重啊，也是非常高兴，就把皮剥掉，然后洗干净，然后就连锅连水带汤煮一锅，就这种野的东西，我是没有吃过旱獭，也应该是可以吃的东西。不过就是上海的人可能以前没有吃过这种野味哦。但那个时候，这也是他们唯一能够找到的肉。他就啊，就说是现在回忆想起来都是味道非常的鲜美。那我想的也未必是因为旱獭的味道鲜美，而是因为他们当时已经是饿到极点哦。人在饿的时候，可以说吃糠吃什么东西都会是，都可能是会很鲜美的。如果您不相信的话，您可以试一下。他那时候呢，张方伟先生呢，可以说还是一个小孩子啊，18、19岁，不到20岁哦，没有成人。但是呢，他就是说，因为父母亲身体不好，这个弟弟妹妹又小，他就成了一家人的精神支柱。他每天要跑到很远的地方去哦，给家里人找找吃的东西。那么，可以说，拿回每天弟弟妹妹都是等着他回来，看看哥哥手里有没有。有没有东西吃哦？但是他觉得当地的老乡是非常好，尽管，其实对少数民族来讲，他们也不懂什么政治，也不懂得什么是黑五类，有时候呢也会把一些不太好的东西啊什么就，少量的给他一些，或者做一些交换哦。就是说，其实作为农村的人，好比说在我们村里来了四类分子，村里人也并不歧视他们。这种政治的东西，真的农民没有文化的人。不懂得什么叫四类分子，不懂得什么叫政治，就看他们也跟我们一样啊，也说说笑笑，人也很善良，真的是弄不明白。那到了过了调1961年的时候，因为他们这个人也死得多了，就把他们调到安溪县，从这个阿克塞就调到安溪县那地方呢，也是一个农场。那个农场呢，主要是种甜菜，甜菜呢主要是做白汤用的。他的母亲啊，就用芨芨草来编筐，也就是给。这个队里也算干活吧，哎呀，确实是当年的母亲在上海的时候是一个律师，那也可以说，可以说是一个有地位的人哦。现在呢，就是沦落在要靠边框来给孩子们挣得饭食的这么一个乡下妇女，哎呀，
我就说，那你的母亲怎么能够适应或者接受这种现实啊？但是人生的这种大起大落，等你经历过几次的时候，他的母亲就说有时候皇后娘娘都可以当农夫，我怎么不可以啊？就说到那个时候，的确是要坚强。如果是一个母亲不坚强，父亲不坚强，就可能母亲总觉得我怎么样都得咬着牙带着孩子们得活下来，那我总不能说。一有什么困难我就去死，孩子这几个孩子留给谁呀？那在那种地方的话，如果没有父亲母亲，这几个孩子没有人照顾的话，怎么办呀？可能也就说，我觉得再艰难，就要家里人在一起，成天看到孩子，对母亲来讲也是一个精神支柱哦。那时候呢，他们这个农场也有很多，有100多个小孩哦，成天也是地里瞎逛嘛，也没有一个学校。最后那个农场那个厂长就找张方悔先生哦，就给他说是，张老师啊，你给我们办个学校，给我们的孩子也教教文化课什么的。那么张方悔先生呢，就给他们在那个厂部呢，就办了一个学校，当然也没什么工资，可能也仅仅是给一些粮食而已哦。当时就是说，小孩可以多读一点书。当时呢，就是因为这种长期的饥饿呀，那个人其实当地的农民也是都是营养不良，就会出现很多的病。那如果现在导播现在放一个图片，就是当时出的一种书，就是怎么样治疗这种浮肿病啊，什么营养不良啊，其实千说万说。一个原因就是没有吃的，你就要给他吃饱吃，不要说吃好，他什么毛病都没有了。在当时呢，就说妇女哦全部停经，就说每几年之内都不来月经，因为她的营养严重不良，也根本就没有人什么生孩子的。那么，在他们到达这个安南坝农场不久，张悔先生在这个厂部哦，他就看到了一份报纸，就是《人民日报》。《人民日报》呢？就说是要在全国招大学生，他的读书也是非常优秀的。他到厂部就说能不能给我开个证明，我去考。我考上了呢，我走；如果考不上呢，我还是老老实实的在这里当老师。那厂长就听到就觉得你简直就是，你简直讲了一个笑话，就说张老师，你到我们这来了，你就啥都不要想，就老老实实在这待着，你哪都不要想去，你也走不了。那他就知道，他就是说有来无回吧，就说是死都要死在这里方了。就是说，把他们这种四类分子赶到这个地方，就是要让他们生，就在这里，你能活活，不能活了你就死在这里。就是不可能说，那时候招生的这种政审也是非常严重的哦，不可能说。还让你去什么读什么大学？那时候读大学首先要什么根正苗红的嘛。那以后呢？在1963年呢，这个农场也解散了，他们全家回上海已经是不可能了。就说是你这坏分子回上海也不可能了，他们的户口就装在口袋里，就要带在口袋，到处找地方收留，找看有没有地方收留他们。结果他们就回到了他父亲的原籍，这个江苏省的海门县，因为就是说那些老乡。怎么样？就说是那你们既然没地方来了嘛，那你们还是回来，因为怎么样都是有父亲的这种老面子在这里到，就是落难的时候，家乡的人还是愿意收留他们，他们就回去了。回去了呢，回去了以后，张方悔先生呢就看，因为他就。因为他是年轻人，他这个思想也考思想的比较多，他就想这个为什么会，为什么会。人饿死那么多，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在生活比较安定的时候，他就会去回忆、去思考这些问题。他就记得他在农场的时候见到了一对母女，这个来逃荒，穿得破破烂烂的，是从张掖武威那边打算往新疆跑的，跑到半路有时候会被人家赶从车上赶下来。那时候出门唯一的办法就是要饭，要到一口，要着吃着，要着吃着，吃着走着，穿得破破烂烂的，他就特别不忍心哦。尽管自己也穷得很，就把自己弟弟的一双烂皮鞋就送给这个老人家穿，就是。很多的甘肃的人，一部分逃到陕西，一部分就逃到新疆。他见过很多的这种破衣烂衫的，可以说，不止
不知道这个命能不能够逃到新疆，就很多人就死在这个逃荒的这个路上。那么他就是说，这对不是妇女的这种形象一直在他的心里，他就根据他的这个想起来这么一个细节，就写了一篇小说。写了一篇小说呢，就是在旷野上，在旷野上有人喊着。但是问题是在，你不要说在1960几年写大饥荒的说饿死人，就是在今天的中国，这将近60年去了，你写大饥荒就是用小说的形式，可以说都是一个危险的事情。那他写了一个这个小说有上万字哦，我就说那你不怕危险吗？他当时就说年轻人他这个可以说年轻气盛吧，觉得心里有话一定要写出来。他写完以后就告诉他母亲说：“如果你要听到什么风声了，你就赶紧把我这个东西烧掉，就烧掉算了。写还是要写啊，但是也他可能偷偷的也有给有朋友看，而且好像人家听到风声的时候，好像还派了什么这种所谓就探子吧，就是你跟他关系好一点，探探他。总之就是说，他就是因为这篇小说。”又把他打成了现今反革命，在1964年的时候，而且他还有些朋友，只是说聊一聊。那时候中国是最喜欢搞小集团嘛，你只要4个人以上，就说你是反革命集团呀什么的，就把他的上海，在上海的时候就把他逮捕，把他们几个人都判刑，并召开了这种万人宣判大会。那时候是造势嘛，我说。但是我可能问了一个愚蠢的问题，也是可能不应该问哦。我说那有没有给你剃光头啊？他说那当然剃了。那个时候我们也看过宣判大会，只要被判刑或者不说判死刑，只要被判刑，你首先就是头发要给你剃掉，这就是一个犯人的，首先要侮辱你嘛，首先要就是说你是犯人。开判了，宣判了万人大会之后，给他判了16年的徒刑。当时的话，在上海还做了一个展览，把他的写的字啊、文章啊给大家看，就好多人就说：“哎呦，这个反革命的这个字写的这么好。”大家如果从图片上可以看到，张宏伟先生的隶书啊，什么都写的是非常好的，那可以说是多少年的这种锤炼，写字书法这是一个功夫活来的，没有10多年的锤炼写不到这个程度。那么。等到这个80年了，就把他放出来了。放出来了，就说啊，那我们当时判错了，判错了。这公安局局长就给他了400块钱，就说，哎呀，那就你400块钱也没有什么用了，那就意思意思吧。就说意思意思吧，什么意思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那你我就说400块钱能干什么呀？问题是那时候张方伟先生从牢中出来，吃没吃，喝没喝，穿没穿，在那时候当然可以说在80年代还算是一笔，还看算是一笔收入吧。问题是一个人年最美好的年华哦，从20几岁到40岁，人生的这种最好的年华是在狱中度过的，这个账怎么算？这个用什么来够补偿？没有，没任何东西都补偿不了一个人的年华和青春。你再给他带多少钱，再给他什么样的地位和荣耀，就是他这种创伤永远永远都补不了的。那当然，在狱中呢，这我也是刨根问底。那在狱中呢，那也可以说饿了十几年。我在这里呢，也稍微补充一下，利用这么几分钟哦，那。在狱中呢，他都是跟一些那时候中国的监狱啊，不光是什么烧杀奸淫的人在狱中，很多的大牌知识分子，比如像贾芝芳啊，还有一些很多的这个右派分子，跟他都关在一起。但是这些人呢，不会说去骂人啊、打人啊，甚至有时候因为有些人比较有地位，可能给他的供应还比较好。那么他就会把自己的吃的东西让给张方伟先生哦，说你年轻嘛，消耗比较多一点哦，让他吃一点。就说在牢中呢，也依然是能够看到人的这种善良的，有同情心的一面哦。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哎呀，没有任何人哦，像我一样对吃有这种刻骨铭心的这种记忆。”那有一天呢，他就说。把你关到监狱，不要打你，不要骂你，天天让你吃不饱，天天给你二两粮，你再硬的骨头，2个星期之内你都软了。你再有教养的人，再有社会地位的人，再有学问的人，到那个时候都是一样的，人的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有一次，
监狱里面吃海带，海带就是在上海的，他们就说我们那时候都以前都不吃海带，都觉得那是给猪吃的海带，但在监狱里面就变成了一个好的东西。等有一天他们吃完饭的时候，很无意的就发现监狱那个闸的外面有一条海带，可能掉下去的，他们就想办法趴在地下，用一个牙刷把这个海带捞出来，捞出来，捞过来。那旁边那个人说：“那这海带还是我发现的，那怎么办呢？”就把这个海带这么对折一下，要对得完全齐齐的，然后从中间掰开，你半条，我半条，就说绝对要公平的。但是大家也是觉得很香的。还有一天呢，有一个人，当时也是在上海当将当以前当什么厅长什么的，就很神秘的告诉他说：“哎呀，方茴呀，我刚才在那边发现一个无花果，然后就偷偷把那无花果，还不敢在那个监牢里吃，又怕别人抢啊什么的，到一个人少的地方，这么很小心的掰成两半，因为又想自己吃，当然有时候还有人情嘛，就觉得必定是跟他关系很好，就掰了一半，就是给他也吃了一半哦。那每天呢都会有一个老头给他们送饭，是个70多岁的老头。他就说这个老头已经尽量的给大家尽量的要公平，你不公平是要挨骂的。只要这个老头一来的时候，他们的就说是拿缸子的、拿饭盒的，咵就升上去了。然后这个老头就把这个要搅的那个均匀点，给每个人都要尽量完全，每个人的眼睛都是盯着，不敢，总觉得自己吃亏，总觉得别人的比自己的多。这个其实就是说，完全是一种心理性的作用。然后有一个老先生呢，他也就是病了哦，病了呢也洗不了饭和那个张方悔先生，因为他比较年轻嘛，说：“哎呀，这个老伯呀，你也别动了，我去帮你洗饭盒。”这老伯说：“哎，别动，别动，别动。”说为什么呢？这老伯说：“哎呀，我还要，你先不要动，我还要加点开水，还要喝点汤呢。”然后这个老伯伯就让他加点水，然后这样涮呀涮呀涮，就把里面的米粒哦全部涮下来，全部喝掉，才抠的。看着真的是没有一粒米了，没有一点点渣渣了，才把饭盒哦放心的给他。就是你要吃我饭盒里的几粒米哦，都是不舍得的。当然可能会有人会觉得，哎呀，你这个也太夸张了，好像像文学作品一样的语不惊人死不休。但是我是想说，如果没有这样的经历的人哦，绝对编不出这种细节来。那么，哎呀，反正在监狱里面的经历真的是很多，他们在监狱，有的人呢也没有筷子，也没有我这个勺子了，就用这个牙刷柄哦来做，牙刷的柄啊来做这个当筷子使用。牙刷柄呢用完了以后，就用一个绳子就挂起来。那有一个老教授，每次吃完饭哦，他这个牙刷还不挂起来，就在那缩这个绳，缩来缩去，缩来缩去。哎呀，人家说你这个，难道你再缩这个绳子上也长不出个烧鸡来？缩什么缩呀？他说：“哎呀，那上面我这个绳子上面还有淀粉呢。”然后就是因为这种长期的饥饿呀，这个张方悔先生就在狱中，每次上厕所的时候就会便血，每次上厕所的时候哗啦一下就便出很多的血。有一次哦，居然便了这个，就是那个南方不是用那个木质的马桶就半桶的血哦，最后狱中的人就赶紧给他检查呀，因为就也怕他死在狱中嘛。结果他就是说，因为长期的饥饿，这个肠子啊什么都变得很薄，变得很薄。每次哦，这个上解大手的时候，这个血啊就随之而来了。其实你就要吃饱这些病，就要吃饱，稍微加强一点营养，这些问题哦都会马上的都会解决掉的。那在狱中呢，有的人就饿得没办法，就用手绢把自己的脖子绑住，或者是说那个饭来的时候，我比如说一周给一个鸡蛋，把那个鸡蛋连壳带里面的东西就一下子就吞掉，或者有的人很烫很烫，就是说要有这种快感，或者有的人呢就要非常非常的慢的吃，就说各有各的办法，就是因为哦粮食，可以说就是因为粮食太少了，那么
张方虎先生就跟我说了一句话，说从猿猴哦到人，当然其实就是说我们今天也知道，人不是从猿变来的，猿怎么能变成人呢？不过大家一般是这么说，从猿变人哦，我们要有数万年才能够进化。但是把一个人要变成猿猴的话，变成动物的话，好像是非常容易的。你只要让他饿着，那么他10天半月。你把一个人饿一个星期或10天，让他叫爷爷叫爷爷，让他叫奶奶叫奶奶，真的让他耍猴，他马上给你耍猴。真的在饥饿面前，我想没有任何人能够抵抗得过去，没有一个人是英雄好汉。那么尽管说50多年过去了，并不是说平反了，你的灾难就过去了，并不是说今天吃饱了，你的肚子就没有记忆了。其实人的记忆特别的顽强。特别的顽强，那特别是坐过牢狱的人，他会突然半夜惊醒，就会或者是突然在梦中梦到某一个人死去的样子，或者突然梦到哪一个人，那种饿到极点的时候那种浮肿的脸，常常会半夜真的是吓得一身汗，觉得自己到底是在哪里？那可能会说，哎呀，还好我不是在阿克塞，我不是在安南坝。哦，还好，我还活下来了。就说这种惊恐的这种噩梦哦，伴随了张方伟先生一辈子。那么，他就告诉我，他记得小时候，他的父亲给他一本书，就叫《我的会演戏的鸟兽》。那他这个人呢，就说练习训练鸟、训练兽的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让它吃饱，然后他让它做一个动作。那么他做了这个动作以后，你就给他奖赏一点吃的东西。或许这种情节我们在很多动物园都见过。然后他再做一个动作，你再给他吃点这个东西哦，这个动物一定会按照你的要求去做的。那么，俯首帖耳。那在毛泽东的时代，农民真的是还不如驯兽师驯的那种动物，因为。驯兽师也不舍得让他的动物去饿死吧。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感谢我们的导播，下回再见。也让我们记住，在甘肃阿克塞饿死的200多的四类分子吧。如果您是他们的亲戚或者是他们的子女，也欢迎跟我联系来讲述你们前辈的故事。感谢，下回见。Thank you.